超现实主义，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美材，然后再把我刚刚讲的那个元素表现在你们自己的作品上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你画花盆哦？对啊，画好要送给阿妈当生日礼物。妈妈说自己画的最好。那你等一下要买什么花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妈咪没有说。要不然我们去问花店老板好了。可是我整个暑假都不在家，你可以先帮我照顾吗？是你要送你阿妈，你自己照顾。拜托啦，王子伟，暑假就好。为什么要帮你？不要。所以这就是你们最后选的花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剩下的钱也只能买这个啊。你有按时替他浇水吗？我想，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好好照顾他，应该就会好转了吧？对啊，你就是要每天给他浇水，还要跟他多说说话，他才长得好嘛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照顾。以前爸爸跟妈妈还没有生你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养小孩啊。那你看你现在还不是壮得跟一头牛一样？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就要好好试着去找找看照顾植物的方法。啊，你都已经答应小雨了要好好照顾，你就要尽力做到，知道吗？爸爸找了农场的大王叔叔帮你看小绿绿，你要对人家有礼貌啊。嗯。晚一点，爸爸再过来接你啊。他真的可以救我的小绿绿吗？放心，大王叔叔很厉害的。大王叔叔，有人找你。你就是紫薇。嗯。那这就是你的小绿绿。好，我们先把小绿放着，先过来帮忙。
下王叔叔。来，你这泥土是在花市里面买的吧？嗯。它这种土壤有时候会偏酸，并不适合小绿绿。这个呢是碳化稻，它有神奇的魔力哦。碳化稻会提供土壤排毒，还会提供养分，还有除臭的效果，对小绿绿特别好。小绿绿之后就会长得头好壮壮。喂，小雨啊，好好，紫薇，来接电话，小雨打来哦。紫薇啊，小雨把小玉绿送给你，下次要记得好好谢人家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王先生啊，真的很感谢你。紫薇回去之后啊，都有照你的话去做，而且小绿绿真的长得比以前好很多。应该的，应该。他每天都很开心，小朋友开心，我们也开心啊。大王叔叔，为什么这里的小绿绿长得比我的小绿绿还要好？因为小绿它本来就应该长在农场的土地里面啊。如果你愿意让你的小绿绿离开这个盆栽的话，它也会长得跟我这边的小绿绿一样，好好壮壮。本来就应该长在农场的土地。爸，小绿绿应该会在这里长得很好吧？因为我们剩下的钱也只能买这个啊。因为小绿它本来就应该长在农场的土地里面啊。